这个作品插花的作品，它是名字叫协议。因为现在的这个季节呢，就是秋天，所以我也用几点的果实，红色的果实来表现这个季节。以这样的一个元素呢，将季节把它揽入室内，所以就是这个作品。那在整个作品里面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和谐。阳光从这边过来，受光面呢，这边阳方呢就很强盛。那因为这边强盛，另外一边就是阴方，阴方的话就会比较收，所以整个就是有强有弱，这样整个是一个柔和的。